1087年原住民族语言能力认证测验，艾希纳12月7日，艾希纳台湾乌纳马斯伯顿阿鲁考区阿拉古古努伊娘吉吉尼，在那呢一起说马蒂巴早呀，艾希纳马米萨在那那马斯达安嘎早啊，马克萨邦的马达拉瓦乌鲁金梅伊乌里马梅的说啥早马蒂巴吉吉尼在那那一起。家己另一座店是金丹那亮，刷店嘛第八招，木是搞得住。108在哪哪？原住民族语言能力认证测验，12月7日，是那台湾乌那马斯巴德纳鲁多那是金伊尼亚。刚刚按乌那25646人嘛第八，是那马米萨在哪哪马斯坦卡扎瓦，刷在哪哪伊是马第八是金，刷马斯坦第一爱呀，因妈咪五十八的在哪哪？马斯坦马朗亚马伦乌扎尼在哪哪？我们家就是很常用母语沟通这样，对。然后爸爸妈妈都是泰雅族，所以就是都住在山上。所以觉得考试的对你来讲很简单。嗯，对。未来有没有想要挑战更高级？有，之后要考中高级。我们家没有在讲族语的习惯，所以我都在学校学。所以你也觉得欠缺那个？要碰到会苏母语的同学，0%啊，然后在乡，这可能在花故乡啊，比较多啊，因为山上，然后都是用母语讲话，所以，对，去山上听到的机会比较多，然后在台北，几率是零啊。噶早话西多都嘛都堵路，而且那大拿沙做走路，噶奈拉做拉马尔，加都堵路，走乌龙他们那咖哩。伊嘛，就做了马萨根，到了莫那达里西纳达，加入杜鲁，大概是几年到那咖哩。会说伊是，人民会主委已将巴罗尔马卡尔那马加西，而且那乌鲁金在那那美南，伊发发把在伊稳住。伊嘛，伊杜姆鲁布杜克瓦政策，尼拉卡拉纳纳，而且伊呢会说公费留考、人民特考，把住乌乌马达找乌乌龙到那咖哩。伊嘛马加西吧。No, in mamia na ta nasa kia tu tulu tsao vuvulung tam na kari. So esi na ta li si na ta tuma tu tulu ta ki tu tuloa. Tia tu ala akia nguani tam na putu kiwa. 如果真的要推动族语在家学的话呢，我们还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现在在我们的国小国中教族语的这些老师们，甚至在高中教族语的老师们呢，大概会有1500多个，资源啊，族语教师的这个部分呢，如果推动这个政策，他就会面临失业的状态。所以我们认为，我们还是要依照立法院刚刚通过的这个法律来推动我们的语言的政策。原民会嘛，开始吧。明仔日阿爸在温州北沙财团法人原住民族语言研究发展基金会设置条例，马纳斯蒂亚诺在呢。到乐族马布基里基金会那里，马那是调做阿拉卡扎瓦招，阿拉伊杜姆鲁万杜古，阿拉古古鲁马布赖，不会说招乌乌龙达那是金，巴尼杜马杜杜鲁咖喱。